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场上全心全力，场下全心全意，小天鹅双井站黑方案本站精彩赛事。再次感谢小天鹅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那下一场比赛呢，将会由利曼队来自赛尔维亚的利曼对阵上海恒沙域名。好，另外呢，也是给各位做一个明天第二个比赛日的预告。在明天呢，我们的赛事强度会再一次升级，因为明天将会来到第二个比赛日的淘汰赛。在明天的淘汰赛的赛段，首先将进行的是八进四的四分之一赛事，然后紧接着进行四进二的半决赛，以及最终的冠亚军和三四名的决赛。对明天的智力对抗强度、比赛的激烈程度都会不断的升级，我们的比赛也将会更加的精彩。希望各位现场的球迷朋友和观众朋友在明天能够继续来到我们的场地，为你支持的球队、为你喜爱的球员加油助威，继续关注到我们本次张家口站的精彩赛事。Thank you.
3x3 Super League 张家港。再次欢迎各位来到张家港体育中心体育馆，一起来欣赏2024中国龙国际三人篮球超级联赛张家港站的赛事。谢谢各位的光临，今天我们即将进行的是 A 组的第三场，来自塞尔维亚的利曼队对阵上海恒大居民。在这里赛前我们要特别的感谢张家港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我们要感谢官方冠名商小天鹅洗衣机，感谢官方赞助商威尔生篮球安德玛，感谢官方合作平台抖音体育、微博视频号快手，以上单位对本次联赛的大力支持，谢谢。大范围转移过来，
有啊，连续的四个出手都来自于外线的投射。比赛开始打了2-0，接下来王文杰直接用自己的身体对抗之后甩开防守，空篮得手。那接下来调整出来，还是要两分。接下来来犯规。另外的反击，张国荣点起来，外线，来这下犯规，开局的双方是战成2-2。球发出来，一个他左侧突破的角度，果然就贴下了防守，上篮打进。来，接下来又一个犯规，这个开局啊，一般的早早的陷入了犯规危机。他们目前已经是累积到了3次传球犯规。有一球再找王杰，满头冲撞来了，这下没有能够顶开。来，这位，这下外线应该手感迟迟没有回暖，这下篮下弄人了。王杰篮下接着有助攻，再上一分。那这样转身之后，弹出来，自得自强，没有协防，1-1。王杰非常出色的防守，将自己的身体顶住。看来王杰在二比一已经找到了比赛状态，连续得分，现在领先到3分的分差。另外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第一次遇到了打法，试一下 OK， 先拿一分稳住局面。哎，漂亮，这球给得好，传球非常有迷惑性啊！反击，掩护，动出来。给过去，传票 wide open for two， 让库自己拿下来 ，second chance， 二进攻还没有，好，接下，上分篮球，直接交换，横杀一名进攻，漂亮，这一下非常好的跑位，非常及时的传球。人到球到，接下来接犯规，进入了 TV timeout 暂停时间，7-3，上来横沙雨林暂时领先。现场的各位观众和球迷朋友，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将会迎来我们2024中国国际三大杯超级联赛张家港站的赛事开幕式。也邀请各位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一时刻。回到比赛，张家49，现在顶着防守。但是说实话，另外今天这场比赛在外线的时候并不好。
这球稍微急一点，想要在空中啊，就把球给放进去。来看第一位，一打一，翻身的周俊霖打板偷进。哎呦，这个犯规在两分圈外，所以将会拿到 Q 下两次罚球的机会。看一下犯规的情况，乒乓队目前犯规的犯规已经是五次。两次罚球，乒乓稳稳定中。陈后是两罚零中。好，接下来，我们的球员去裁判看分数统计是不是有错误，那裁判马上会和这台老师来进行确认。另外这边裁判这边的问题，再来看一下，就台老师给出的具体数字是上半场单局是否四次犯规。OK， 现在我们看到，陈佳玉的犯规次数是进行了更正，现在是拿到了改到了三次。好，改成的最终的是只有两次犯规，但是地面这边已经是五犯了。来，看这下要掩护，再回。外线调高弧度，两分球暂时不敢单打开，别给队友外线 wide open 放出两分投进，这一下局面就不一样了啊！回到三分的位置，好，这一下球差点被干扰下来，但是我点起来，哎呦，想要来一单手的 people， 最后还是轻松的把球放进。来看这下，大牛角给过去，好球！一个交叉的跑位，喜欢两位上球员，也给他拦下空位上线，回到三分，这个五分到外线，短一些。来看球发出来，点一手，哦哟，背靠，接下裁判认为没问题，是一个合理的身体带靠，比赛将继续。来下动人了，队友之间的沟通出现了问题。你来我往，还是回到了三分的分差，比赛陷入了僵局，拉锯战
即将开始。往前调整之后，两分颠出来，对方篮下，一打一，造成犯规。马晶晶，这个费斯纳外上。
这个大韩云继续占据着主攻，来下，来小刘的上篮，再拿一分。来看这球，我要分关键球啊！两分投进之后，现在追到一分，来下，再到犯规。现在的犯规可是要两次罚球啊！差一点点没关系，调整一下，还有一次，加油之风。OK， 这一下罚进，回到两分的差距。看这下，我拿出篮下放一个，15-16，你们追上来了，进球。一个经典的2-1，现在就哎，小金球唯一了，回到两分分差，小金球队的撕咬到最后的一刻，比赛是逐渐的白热化，伸手过来，顶着防守，哎呦！这边阴差阳错，直接自己先上一个再说。一分是乱掉了，两分钟的时间。张子韬找这个位置观察，然后选择调整自己出手，自己能够把那个球拿下来。现在非常有经验，尽量消耗对方时间啊。小布的两分，张子韬，大心脏先生。向左弯，直接一分球啊，没有放进了，再给到向左刀，分出来，这边给漂亮，比赛结束，向左刀的关键两分球和最后一次的突分，一传一投锁定胜局，大心脏先生超级英雄，在今天也是帮助上海的一名。击败了来自塞尔维亚的三人组顶级强队利曼顿。那稍作休息之后呢，我们将迎来本次2024中国龙。